先把现在的这个回填啊，要把它把它回填好，然后周围50公尺的地方要再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裂痕，有裂痕的话，可能就会后续可能还会造成灾害，所以那个是紧急处理。那比较是长程或者是比较是治标的治本的方式哦，就是因为听他们报告是说这个范围啊，在这几年之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所以我们除了要透过这个透地雷达这个技术来确认是有没有空隙的地方哦，那再来用这个钻探啊去确认说是不是那些地方我们需要用这个混凝土把它实际上都把它灌满，那这样会比较是永久的一个做法。